事要做，就是我要去棚拍这一次的 Hershey 的选品。这一次呢，也是我第一次在韩国租摄影棚，然后就想说来拍一集，然后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韩国摄影棚之路。妹妹，摄影师担当，赞！好，那我们就要出发。这次的选品整个超级爆炸，两咖行李箱跟两大袋还装不完。我们今天的摄影棚是蛮美的，而且这个光很美耶，蛮大的。来给大家偷偷的看一下十二月的选品，是不是超多？这边就是下半身，还有外套类，还有超可爱的鞋子。中场休息，等待充电。美，你也太粉了吧！你很拼咕拼咕哎、欸、你。六点半，我们终于收工了。我们现在要去吃陈玉华一起吃。然后结果我本来想要拍开箱韩国摄影棚给大家看，对，但是我根本就没有时间，我连拍我自己的选品都快来不及了。好，这故事告诉我们，租棚租五个小时是不够的。好啦，吃饭。本人好，哦，我要先吃一个年糕。我们现在吃完了，陈玉华超冷，我妹是神经病，我妹还不穿外套，神经病过来。神经病不穿外套，神经病！实在太冷了，买了一顶新帽子。要去吃雪冰，是不是疯了？哇，我们点的看起来超好吃，雪冰就是那个科朗福，然后肉桂卷跟另外一个雪冰，耶、yeah ！ Hello， 大家。这是哪里？新朋友，嗨！我们真的是一群疯子哎，这么冷，然后大家来吃雪冰，是有在确定，有在确定。然后我超冷，我要来吃这个第一口。Oh my god！ 大家要躲我镜头。好啦好啦，不要拍不要拍，我自己吃。我来吃一口这个可朗。嗯，很好吃。天哪，是很好吃。夸张，等等啦。今天的东大门超冷清哎，而且竟然下雨了。我跟我妹约在这个饭店楼下的马车小吃店与小吃店的门口合影，那真的很可爱。我每次经过的时候都很想吃，很可爱，很像韩剧。宵夜又吃鱼板。这新的辣米肠，这个好像跟什么血肠不太一样哎。这个什锦炒菜很香哎，这看起来超好吃。嗯嗯嗯，这很好吃没？真的，嗯。这个账单也太可爱了吧！今天的早午餐，这可算也太大份了吧！然后我今天喝这个 espresso 加，刚刚好像是说加，我的声音，刚好像是说这一杯是 espresso 加鲜奶油吗？看起来不错，嗯，好看到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要分开了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晚点见，拜拜。疯女人又不穿外套，好冷。
好了，我到了，坐了20分钟的车，终于到了。而且我真的很气首尔的计程车，有人跟我一样吗？就每次来搭首尔的计程车都超晕，超想吐。好可爱呀，有一只狗狗。这金也太可爱了吧，它叫少年理发师。来逛这间玄武店，他们家的帽子超可爱，这个好可爱哟，是牛仔色，这个也超可爱的。晚餐来吃那个满满的汤，天哪，感觉每个都超好吃哎，感觉很温暖哎。它是冷的，点了一个，这个是招牌的血肠汤，然后牛骨汤，哎，这个看起来很厉害，对啊，这看起来厉害。我妹大推这个什么韩国面膜，长得好奇怪哦，好像面粉哦。他说这个要倒水进去，然后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就来试试看吧。倒水进去，然后搅一搅吗？这真的很怪耶，还是我倒太多水了？我刚刚跟我妹确认了，我好像不小心加太多水了，但就这样吧。然后现在好像是要勾在脸上，然后等它干就可以了。这样，好了，大家应该是我真的加太多水了，所以它真的有点湿，所以我就只能敷的有点恶心。但如果它水加少一点，应该是蛮好勾的。但没差，反正我就直接厚敷好了。然后我买这个绿色的，好像是什么胶原蛋白保湿那类的。OK， 完成，等它干。这个能确定吗？哦，大家过了20分钟，它变超干的。我妹说直接这样撕就可以了。那我怎么撕下来？这样子撕，好，这样。哎，我觉得这面膜很不错哎，你看我现在的脸很嫩哎，而且很亮，我现在还完全没有擦保养品哎。哎，这个面膜很可以耶，明天去囤货。有哎，我觉得脸变得很嫩很滑哎。嗯，我妹的宵夜好怪哦，她的饭卷里面只有一个腌萝卜，超怪的，然后配什么玉米啊，还有年糕，这好奇怪。韩国的最后一天，我妹的行李会不会太夸张了？我们要去吃早午餐了，最后一天的咖啡厅。现在要去景福宫站晃晃，喝个咖啡。然后因为我们是蛮晚的飞机，所以我们应该7点才会回饭店拿行李，然后出发机场。好，去搭地铁。哎，走了走了 ，Let's go！ 你好像一只熊哦，超多人，先来排队。哇，这家店的店员都是男的，绿绿的店。这个小杯子好可爱哟、哦，我超爱杯子的。好啦，也还好，但是就可爱。我们的早午餐，这个吐司确定不会太大吗？这是我的手，这是吐司本人，超大的哎，还巧克力。
那一块感觉就超爆甜的。我要来加一个一点点咖啡看看，大家试试看。到了这一间很可爱的家饰店，有开吗？哎，是这间吗？哎，好像是吗？超可爱的，好可爱哟！天哪！只买一个而已，但它袋子也太大了吧。我们现在呢，在如意岛要去逛现代百货，天气超好，现在天气真的超舒服的，可以再逛三天。你已经逛过了，孩子。好哀伤，我想要回去。好啦，大家，我们要准备回台湾了。这支影片就到这，下次见，拜拜。